洛杉矶 Roland Heights 算是美食之都，由于境内居民结构多元化，所以餐馆形态五花八门。加州乐至最近发掘到一处巷弄小馆 Swan Tokyo HTK， 用餐环境气氛佳，服务好，最重要的是食物新鲜好吃，所以推荐给各位。这家店颇有气氛，但在 Roland Heights 相当低调，连官方网站都没有，多数饕客都是透过 Yelp 评鉴上门消费。店内装潢别树一致，可感受到老板对古董的爱好，每个角落充满玩心，包括玻璃餐桌下的摆饰，简直跟博物馆没有两样。谈到他们的食物，初次造访可尝试饺子和火锅。加州乐至所点的是人气锅物韩国烤肉配章鱼锅，那是招牌美食。韩国烤肉配新鲜章鱼，独家熬制的汤头，保证让你回味无穷。这家店还有几项餐点很受欢迎，包括 Stir-fried Octopus, Chicken Stew, Spicy Beef Sour, Korean Sausage, Ginseng Chicken Soup。 当你用餐结束后，店家还备上一份甜点收尾，用餐经验无懈可击，各位有空去吃吃看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喜欢的话一定要订阅哦，我们的 Facebook、YouTube 到微博上面都找到我们哦。